第一天，春天的第一天。咻咻咻，起床了，体力回满了。BGM 又回来了，我赚了60块，太好了，虽然是在路上捡到的，有点像是捡到60块的感觉，有人寄信给我，东西长出来了，哇，哦，糟了，爱上这款游戏了，糟了，我觉得我会玩到很晚，不行，这游戏300块花的太值得了，还是400块，我有点忘了，卡刷下去就忘记了啊，没有水了。嗯，哦，这边有，这边有池塘。嗯，哇，有水了，有水了，无限水源。哈哈哈，对啊，体力好多哦。浇水，浇水，早上起来先浇水。啊 ，nice。然后我们来先做一点农耕的工作，我们再去忙，好不好？这边有些石头。哦，我很喜欢这种种植的这种游戏，我没有办法抗拒，没有办法抗拒，而且游戏又这么便宜，该买了，好棒哦！这些树可以砍掉吗？我想种着，不想砍掉，砍掉感觉很浪费。它也算造景，之后觉得很烦的话，我们再把它砍掉好了。嗯，敲掉，嘿咻。先把家里附近清一清，我们清到10点再出门好了。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见到过，对不对？哎，我的体力其实消耗很快。有虫子哎，刚有虫跑过去。这个可以砍吗？我记得以前这种树桩 ，Your axe isn't strong enough to break this stump， 跟牧场物语一模一样。你要升级，你要升级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把这个。把这个东西给弄掉哦！突然像是回到10岁，真的真的好童年的游戏哦！糟了，这个可以拿是不是？嗯，为什么一个手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嗯，哦，右键代表可以拿吗？有东西冒出来吗？好像只有叶子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摇它，也许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吧。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啊，蝴蝶，我以为是兔兔，想说兔子跳出来了，跳出来的话也太可爱了。敲掉，已经9点多了，我们快可以去不要工作了。好，我们先把种子种一种，我们刚刚拿到了一些小种子，对不对？嗯，种在这里。这个附近稍微砍掉，哎呀，好，那再把这个混合的种子种上去，浇一点水。为什么？哦，我想说为什么变成奇怪的颜色？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素描。走了走了，看一下信是什么。我又在驱魔了。Hello there, hi, just got back from a finishing trip.才刚从我的旅途回来。You should come down to the beach sometime. 你可以来到就是海滩，跟牧场物语一模一样，一样有海滩。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Willie. Willie 是谁？他说他帮我准备了一些东西。我认识你吗 ，Willie？ OK, bye. OK, 好，我们先去找 Willie。我有这么多草，我可以做什么 ？Fiber, raw materials. 一个生的材料。可以，是从植物那边拿来的。OK， 走喽走喽 ，Come on！ 听说这款游戏，之后会有比较正式的汉化，也许会有人正式汉化。目前只有对岸的，就是可能翻译不是很完整的汉化版。那我还是念英文好了，可以翻翻看吗？有东西吗？我到处浇水 ，dog， 狗狗，这没有狗狗的意思吗？他怎么进去啊？没有办法进去。Oh hi，Alex， 我要跟 Alex 成为好朋友，成为好朋友。The beach is a cool place to hang out and soak up some rules. Rays， 在海滩是一个很酷的地方，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OK， 这里吗？
这里不像海滩呢、啊？还是这里就是海滩？还是我们要往这边再多走一点，过去看看好了。海滩，海滩，我可以砍这些东西吗？不行，不能够破坏村庄里面的东西。走过去看看，这里吗？我感觉来到了很偏僻的地方哎。哦，火车 ？What？ 这是什么？有人住在里面吗 ？Hello。哦，大叔 ，Hi。商店，升级我的东西。先商店看一下好了，一些矿物。OK， 我不是很需要，我还不知道那些可以做什么。也许升级，哦 ，I know， 升级东西需要，还不对，我们现在是铁字，之后要把它变成铜字，我们会需要五个铜。酷哦，这游戏，我可以拿你家的碗吗？不行，那可以走。我是看动画太多变成中二死神的家伙，哇！呀！哎、欸，这是谁家？图书馆吗？哦嗨，很像西部牛仔的家伙。Hello， 叫做 Gunther。Hello there， welcome to the Stardew Valley Archaeological Office。什么办公室啊、？This is embarrassing, but the previous corridor mode off with the entire collection. 什么收集的东西 ？We don't have any artifact for display. 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展示品可以展示给你看。But I hoping to remedy that soon. 我希望我们可以顺利的弄出来给你看。Hey, if you find any artifact.Or minerals out there? Would you let me know? 如果你找到那些东西的话，你可以让我知道吗 ？OK， 三只小萝莉，三只小萝莉，这里真的是图书馆呢。Hi， Hi， Oh， Vincent， Mr. Oh， Mrs. Penny， Penny 老师 ，Penny 姐姐 ，Penny 小姐说 ，I have to read this book before I can go to play。她真的是老师哎 ，Penny 老师。他说我必须要看完这本书我才能去玩 OK 这边还有个小萝莉哦、oh, Penny 哦、oh, Penny 你在这哦 I'm tutoring 我正在教导 Vincent and Jace today 我今天在教导他们两个 They are handful They are handful but it's nice to make 他们虽然很棘手但是 It's nic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someone's life OK Teddy bear 这是狗还是 bear OK Hi Hi Jace 你的头发 Hi Hi OK Right then 这里像迷宫一样这里像迷宫一样不像是图书馆 OK 我们回去了不知道这里意义是什么一个非常大的地方回去咯拜拜用力读书哦这是什么意思啊安静的意思吗 ？There's a book missing here. 这里有一本不见的书，什么意思 ？It's where was the Gothorol Empire nest？ 非常长的漏漏等的东西，我要找到什么 ？There's a book missing here. 这边有一本少掉的书，所以我要找到不见的书吗？所以，OK， 他们走了。Come on， 现在才两点呢。我现在找到，算了，我要走了。Bye， 拜拜拜拜，谢谢你的图书馆。Bye， 上面有写字，看一下。我没有办法读东西，到下午六点。我是一个翻垃圾的怪人。好了，往下面继续走好了。也许有海滩，说好的海滩呢 ？Hi Penny 老师，你在？带他们去海，这里是海滩吗 ？I don't know， 这又是什么？我可以拿吗 ？Close until summer， summer， 夏天的时候才会打开，也许是卖冰淇淋的。好了，我猜这里真的是海滩，虽然看起来，那对我来说不像是海滩。好，我们再去附近晃晃。是你，茄子是茄子吗？哦，是那个很奇怪的女生啊。
I'm not in good mood right now. 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OK，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 ？I said I'm not in a good mood。我说我啊生气了。我说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你到底想怎样 ？Come on， come on， 我只是想安慰你。Biatch， 哇，哇，啊，哦，哎，哎，进不去吗？进不去，我还以为是秘密桶，这边有奇怪的东西耶。我是拿错了吗？哦，拿错了，我拿错了。Oh yeah, that's it. 哦，哦，就是这里，就是这，这是什么？我要怎么进去这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 ？What？ 没有办法进去。好吧，很奇怪的地方，这应该是小矮人住的地方，对不对？一定是，我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了。一定是小矮人住的地方啊！哎，不能够，不能够更，没有路了。走了。哎，上不去，不能够过去。这边好大哦，真的很大哎！已经下午四点了，我想先去找妹妹，她在酒店工作。好，我们等一下晚点去找妹妹。每天跟妹妹培养感情是必要的。我已经人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Where am I？ 哦，这出去了吗？嗯。哇哦。哦，有人住在这哎。哦。望远镜。我可以从后门进去吗 ？It's locked. Only Meru. 哦 ，Meru， 这是 Meru 住的地方。只有 Meru 的朋友才能够进去。我可以从正门进去吗？这好像是。哦 ，Meru 不在家。这是诊所吗？不对，这是研究室。OK， 进得去吗？你还不是跟罗宾很好的朋友？欸，可是罗宾带我来，我们在他不在家的时候闯进别人家，真的吗？可以这样子吗？这是谁？谁的房间 ？Meru 跟罗宾住在一起。OK， 所以他们不在家。地下室。Hi。你为什么要住在我一个奇怪的家伙住在地下室，还有幻想世界，跟我在台北的时候的生活是一样的。走了，走了。这个惊叹号是干嘛的 ？To the beach。哦，我现在才看到，去海滩。Someone named Willie invites you to visit the beach south of town。在村庄的南方。He said he has something to give you。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在五点之前去南方，现在已经六点了，对不起，对不起 ，Willie，I'm sorry， 你在那边等我等到六点吗？哎，这边有东西可以捡，心情瞬间转换。好，不，先比起 Willie， 我比较想要去酒店，走，我们去酒吧。酒吧跟酒店好像不太一样，好像是不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好，我们去酒吧。酒吧听起来比较……哎嗨，哦 ，Robin， 你要回家了是不是 ？Have you met everyone in town yet? That second， 你见到所有人了吗？这是……哦，没有见过你，那是第二件累人的事情了。Hi， 哦 ，Marnie， 见过你啊，就是那个我没有把画看完，我这次一样没有把你的画看完，对不起，すみません。好，他有给我东西，然后我还没有去。Aww, that's so sad. 没关系。啊，又是你！我要跟你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可以去厕所吗？啊，可以去厕所。Nice， 这是厕所吗？不是，老师。哦，旅店是不是 ？OK 。说不定他还在等，然后说没关系，我才刚到。哈，小傲娇。你跟 Gus 不是很好的朋友，你还没有办法进去。好的 ，OK，Mari 不是 Mari， 甚至忘记你的名字啊 ，Emily， 我来了 ，I'm work part time at Gus， 我在这里是工读生，it pays the bills， 在这个地方可以付我的房租，它旁边还有那个你知道那个蓝色的那个爱心，就是很像是对它的友好度，也许你想要一朵花，你想要一朵花吗？Thank you. I'm feeling a positive energy from this gift.
我在这个礼物得到了就是正向的感觉啊。You want some？ 哈、huh? ？啊，你已经给他了哦、啊，一天只能给一次，好，没关系，我可以分着明天跟后天给你。Bye， bye Emily， bye bye， 走了。嗯，嗨大叔，我有见过你吗？哦，没有见过你。Hi， I'm Silent， Hi， I'm the town blacksmith， blacksmith， 我是那个铁匠，村庄的铁匠。If you ever need to upgrade your tools， I'm your guy。如果你想要升级你的东西的话，我就是那个家伙。OK， 所以我们去海滩好了。现在才八点，这个是什么房子啊？好奇怪的房子啊、哦！有个小太阳在上面，它关起来了。所以海滩在南方，是不是？一直往南走就可以走得到了吗 ？Oh， what's this？ 它关起来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有地图吗？这个游戏有，这游戏有地图。我现在才看到 ，OK， 哦、oh, ，我们的农场好大哦，超级大的，然后这里还有东西 ，Wizard Tower， 巫师的塔 ，What？ 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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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Mines 矿坑，然后孤独的石头 ，Lonely Stone，OK，OK。OK， sorry， 也许明天他还在，也许明天他还在吧。去看看，先去看看，八点四十。哦，这边有东西可以捡，可以捡吗？哦，我东西包包满了，这是什么？煤炭 ？No， 我可以不要吗？可以丢掉吗？不行，丢掉。那我要怎么？OK， 好，改天再来，先看一下他还在吗？怎么可能还在？这是什么发光的石头？猫咪，有一只猫咪在里面发光，时尚猫咪时尚。OK， 感觉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看海。别看海了，我要走了。我还有人在这个地方烤肉哎，然后又跟牧场物一模一样。牧场物上面有一间就是临靠海边的房子，然后我可以切换东西。这个是什么？哦 ，skills， 我的技能。然后我的道具，我还没有办法打开我的包包。然后，哦，这是我的朋友，我见过的人，我还有一些人没有见过，哎，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我们感情很不好吗？对不对？那我跟 Emily 的感情，哎，哦，这是送礼物的意思吗？所以送过一次礼物了。好的，然后这个是地图，这个是合成。我可以合成东西耶 ，what？ 两个木头，哦哦，哎，我刚刚是不是合成了什么 ？Oh， that's bad， 糟了，糟了，不妙，不妙，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啊，我把什么东西丢掉 ？Come on，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东西。好，回家了，回家了。等我把家里的东西整理，我家里有箱子可以让我放这些杂物吗？不知道，现在很晚了，十点还在拿手上举着煤炭在路上跑来跑去，真的不是用怪可以形容的，真的用很怪，超级怪，超级奇怪。我想把这些草放在家里，拿着草在路上爬，不是在路上爬，在路上走干嘛？也许我可以再种一个，可是，可以，我可以再种一个。送在这里。哦，我刚跟到我的东西了，没事没事。晚上的时候好安静哦。我又在家门口洒水了。先睡觉再说好了，先睡觉。Yes 。